你能抱动腐妞吗？这不是腐妞。对，你肯定抱不动他。这是老四。对，这老四，你肯定抱不动腐妞。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看腐妞，你说咱你看他们几个谁最肥？腐妞最肥。啊？腐妞最肥。俺家大腐妞蛋子90多斤。90多斤。啊。少了吧。90多斤。少了。闹呢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没见过长90多斤的拉布拉多。俺家腐妞属于头一份儿。不许打仗啊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亮。腐妞让你抱呢，我之前给腐妞称的体重是92斤，你多沉吧？你多沉吧？老四肯定没事，老四轻，老四才不到80斤，70多斤，74点几斤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四哥，那就是大爪子啊，封面好看啊，那老大呀，老大。这谁给我咬坏的啊？这手机支架谁给我咬坏的啊？你刚才不说没事吗？老四，谁咬坏的？杜拉，是不是你咬坏的？三，谁咬坏的？三娃，谁咬坏的？福清，给我拿来！靠你哥，咬。又咬坏了，又咬坏一个，是不是？又咬坏一个，又咬坏一个啊！这啊，咬坏了，看见了啊！我寻思咬什么玩意儿呢？咬他妈手机支架呢啊！啊，看不着，咬我手机支架呢。刚才谁看着了？刚才他们几个都谁看着了？我看着了。老四是不是看着了？你看着了。你看着了。啊，哥，看着了。别咬坏。你知道，我咬坏。咱们今天跟狗子做游戏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没看到。哎。哎，你信不信老四知道是谁咬坏的？老四肯定知道。啊，老四不单是知道谁咬坏的，老四还会摸是谁咬坏的。嘿，我四哥跟你关系好哈，你别坐中间，哟，坐坏了个屁的呢，坐边上，坐腿那地方。哎，对喽，坐腿的地方啊，都喜欢小舅子，啊，坐，都喜欢我小舅子。来，老伯。穿云峰旁边那是谁？旁边小舅，啊！哎呀，你看老四，你看家里来人了，你看老四，给老四乐的，啊！腐妞现在明目张胆的咬，这老四大，啊？老四耳子。老四，你跟谁关系好？现在你跟谁关系好？你跟谁关系好，老四？你让小明过来，老四不让，信不信？你让小明过去，老四不让。过来了。但是还没吃。你看石榴过来了。石榴过来了。你这明目，你知道老四和石榴他有啥关系吗？石榴不是他媳妇吗？哎呀，这你都知道？我操，这事都传到八面通去了。你不是他儿子吗？我靠了！这事儿都传到八面通去了，啊！你们听不听着？我小舅子来自八面通，啊，小石榴是老四的媳妇儿，谁不知道？这家传太快了啊！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、啊！这真是啊，是不是？把手机搞那。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了，啊！穿长裤子了。穿着老爷和小舅子应该穿长裤子了，没事，我们这不是那么特别冷啊，今天不是那么特别冷。屋里多少度啊？屋里现在多少度啊？咱屋里现在也凉快，屋里现在是26度，看不着，屋里现在是26摄氏度，
啊，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家人们啊，大家伙儿想买榛子的啊，鲜榛子。这个价格对吗，客服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亮啊，咱们点点亮。啊！咋看着有点分心呢？是三个吗？这姐接错了，这是谁？我是。榛子怎么吃？榛子就直接砸开吃就行。完全完了，全都喜欢小舅子了，这是。老四挺粘人呐，这姐姐都不让我摸，不让我摸别的狗啊，这姐姐没人来。seven 吗？这俩大 seven 有时间去做客去，欢迎啊，欢迎大家伙儿啊，欢迎家人们啊。谁最粘人？老四最粘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老四真不粘人。十六最粘人。啊 ，seven 其实挺粘人 ，seven 粘人，啊，小石榴也粘人。你看他俩好像都想管你要啥东西呢？啊，我感觉你好像欠他俩钱呢，我感觉。你看，啊，是不是？想看小狗排队坐，那的样子，看小狗排队坐那会儿样子，想看我四哥往那坐，排队坐。一家三口都坐那一堆儿，啊！欢迎来到咱们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！
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。哎呀，好，懂我，懂我，别着急，懂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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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陌生人狗狗也会这么热情吗？我小舅子对他们来说，你说属于陌生人吗？你说属于陌生吗？别的狗狗啊，就三分之二，看多大。家妈，咱那榛子啊，榛子是39.9块三斤，然后39块3斤，然后呢是59.9块是五斤，59块5斤。刚才我看有拍贵的是吧？好几个拍贵65块钱五斤的，家妈啊，你们刚才那拍65块钱五斤的话，你可以申请退款，你重新拍一个59.9块五斤，59.9块5斤的啊，鲜榛子家不是干的啊，鲜榛子是不带皮，就是鲜榛子。啊，就是榛子，老铁们啊，喜欢吃榛子好，我可以拍个榛子啊，嘎嘎好，榛子嘎嘎好啊，家人们，哎，有需要榛子的好朋友们，下方小黄车你们可以看看啊，就东北的鲜榛子啊，刚下来的，新材还是那种它带水分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榛子是潮，就是那个什么有水分的，知道吧？不是晾干的那种榛子，不是晾干的榛子，家人们啊，对。行，你看了吗？啊，你看了吗？啊，石榴，你看，我摸它，我一摸它。真熟，然后再摸他，你能摸那能行吗？你总是摸小石头能行吗？老四能愿意吗？真的怎么弄熟？不需要弄熟，生着吃啊，真的就是生着吃的，这生真的。你再摸耳石头，老四还得去，你就亲他了啊，你就亲石头，你亲石头，你亲石头，老四让不让亲？让不让干？这尾巴真有劲儿，这尾巴真有劲儿。啊，你说你亲石榴，哎，那不让亲。你说老四，我亲石榴了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不给我亲呗？对，生榛子有营养，家嘛啊，生榛有营养。嗯，咱们东北榛子啊，榛子大吗？大个儿，老铁们，大个儿的。但我没拿样品，老铁们，榛子没拿样品啊，大个榛子啊，咱东北榛子，东北榛子好吃，不需要给它弄熟它，不需要炒，就是生吃就行。知道吧，生吃真的香啊。你们吃了真的，你们吃了真的为什么是熟的呢，家人们？因为生真的储存不住，但弄熟了之后能储存住，知道吧？嗯，所以你们很少能吃了生真的啊。牛奶怎么害怕你呢？我感觉啊，昨天晚上到现在见一天面不认识我了，你来，咱你哎你哎你，我看啊，家人们，咱让我小舅子分别跟他们几个做把游戏，行吗？你想跟做一个什么游戏呢？我看一下子，我想想啊，把狗关只一只一只放出来啊，一只一只放出来，老铁们啊。去看花卷子，花卷子在笼子里头呢，在笼子睡觉呢。花卷子在笼里睡觉呢，家人们，花卷子，啊。花卷生小猫了吗？啊。生小猫了。生小猫了。小猫。有小猫，我给你看，拿小猫啊。猫猫。喵。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小猫。啊，这小的。这么可爱。啊。我抱走一只呗。拿一个，拿哪？你看哪个？你看哪个？这个好啊，我看它好。他我怕它挠着你，剪指甲我没剪。应该没事。啊？这个亲人。这行，你把它抱起来。这个不亲。你把它抱起来吧。你能养吗？咱妈能让你养吗？扯淡。不一定啊。啊？拿你们寝室养去啊。拿寝室养。啊？拿寝室养。不能给它放下。扯淡呢，不能让你养，咱妈不能让你养。你抱它上桌那块去，你抱小猫上桌那块去，别挠着它。我就碰他，不，你上这来，上这坐着去，没事，他不能咬他，他不能咬他，花卷在这儿，花卷子，不能咬，肯定不能咬，你放地下他们不可能咬，不可能咬，你放心吧，咬不了，他们不能咬，他们稀罕，你看，不能怼啊。我告诉你，谁怼小明，我你丑可以，但不能擦哈喇子。你这已经擦哈喇子，
啊！热死了，我的妈呀！小迷糊啊，不能躺哈喇子，迷糊蛋子啊！才缘分怪你不再问，不懂珍惜期待。微微红尘我受伤，沐浴露是五两瓶五十五，对，两瓶五十五啊。你看小迷糊，你看小迷糊，你看小迷糊稀罕的小猫，小迷糊稀罕的小猫。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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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不摸，你不你再不摸它，你看它就得叫叫。摸摸摸摸摸摸，哎，你再停，我。哎哎，摸摸摸摸啊，摸摸摸摸摸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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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你看三万。三月撒娇呢，完了三月撒娇呢，啊，三月还没长大，拍了一单，感谢家嘛，真的好吃啊，家嘛啊，39.9三斤，39.9三斤鲜榛子啊，家嘛，然后59.9五斤，59.9五斤鲜榛子啊，你看小迷糊，你看小迷糊一直在瞅的，一直在这瞅，这猫这小猫好看吗？啊？你给它放地下，小迷糊也不能咬它。放地下能行吗？啊，他们几个就追它，他们几个愿意追它，但是不能咬它，不可能咬它。我都试过很多遍了，真的是脆甜好吃，就是新摘下来的啊，家不是炒熟那种，真的啊，不是炒熟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小猫一点都不怕狗，你看小石榴仙呢，你看小石榴仙呢。你离小迷糊近点，你离小迷糊近点。迷糊，过来。离小迷糊近点。你看都跑凑过来了。嗯。老四也来了，老四怕猫，老四怕猫。老四怕猫。对，老四怕，小迷糊不怕。啊。石榴不怕，石榴。清洁去污的好闻吗？清洁去污好闻呢，都是持久留香的啊。沐浴露都是持久留香的。看花卷子，花卷子，花卷子。包子，花卷儿，你俩在这搞对象呢？花卷啊，腐妞，包子，你俩在这搞对象呢？包子搞对象呢，让我抓到了啊！花卷儿，我感觉花卷好像这两天这发型了，怀孕了是怎么事？咋感觉她好像特别胆小呢？啊？花卷这两天早上起来瞅着他，啊？谁？你别让他咬着，大哥。他不咬你啊？你可别让他咬着了，大哥呀！啊！这小猫牙可尖，不但是牙尖，爪子也尖。你看这爪子，给你吧，小舅子。真给我啊？啊？带小饺子卷了。啊？给他小饺子卷。哎，你我给你，你能搂着睡觉啊？啊？你能搂着睡觉？我操，你咋搂他睡觉？你给我演示一遍，你咋搂？我看看你咋搂他。就能抱睡？你不怕他挠你？我操，你不怕他吃奶晚上？啊？哎呀，那小花卷，小我还没有名呢，还没有名，你给起个名吧。我给他起个名。啊？给他起个名。你就搂小明睡呗，搂小明啊，小明晚上搂着搂你睡觉行不行？搂三月睡吧，晚上搂三月睡。眼睛是蓝色的。嗯。眼睛是蓝色的，要发蓝的。王爷抱王大三文。三月会撒娇，三月会撒娇，咱一会儿去，你别看猫了呗，咱跟狗做游戏呗，做个什么游戏啊？咱们做个什么游戏？哎，咱们两个人玩的游戏什么游戏？能两个人一块玩的游戏是什么游戏来着？啊？两个人一块玩，哎，可以。这真的嘎好，家吗？啊，真的嘎好。想吃榛子的话，家吗？啊，可以拍那榛子。厉害，就是一个人和一个狗能做什么游戏？猜东西。接力，点名，打扑克，啊？打扑克。
下象棋。嗯，下象棋。老鹰捉小鸡，让小舅子点名试试，根本就不行。他点我点名都不行呢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点名，他的意思让他们几个坐那块儿，然后呢，你喊他们名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过来找你来了，喊谁让谁来，我都不好使呢，家人们，更我小舅子更白费，我小舅子更白费，我都白扯呢，家人们，扯淡，啊 ，Simon。歇嘛 ，Simon， 你的强项是下象棋。你那小迷糊蛋子总在那盯着小狗啊啊，他总在盯着小猫。他不使劲咬你吗？他不是使劲咬你啊。小迷糊也想抱一抱，你看小迷糊蛋子也想抱一抱。哎，你抱小迷糊蛋子试试呗，啊。Simon， 啊，你抱迷糊蛋子试试呗，俺、啊、大迷糊，啊，小迷糊蛋子，啊，行，Simon坐好了，Simon，好，宝贝，你放下去吧，放下去吧，给他放下去吧，你给放下去吧，没有使劲。哎，他这肉垫有粉丝。那肯定的呀，他不出门，大门出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你不得把那个黑盖拿下来，要他们几个都跑出来了。黑盖，那上面有黑盖，你看了吗？黑盖，对对对，把那黑盖拿下来，再给，然后把门给它开开，放里头，然后再把黑盖给盖住。这小猫现在可厉害了，他们几个小猫可厉害了。那黑盖一开，他们几个都能出来，全出来了，晚上都出来溜达玩。他们一出来溜达玩，你猜怎么的？你看那只猫和这只猫有啥区别？还有一只小猫里头，啊？你小舅子喜欢小猫咪，对，他喜欢小猫，小孩都喜欢猫。点名啊，点名来，点名，你拿手机来，我点名来。你说，你猜我家狗，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？他肯定知道自己叫啥呀？肯定知道是吧？来，坐下来，过来，给我坐好了来，我点名啊。去。点名4:00。啊，过来来，4:00啊，请坐，老四来。老大，看看狗狗选你还是选小舅子？那肯定选我。我跟你说，我姐夫没面子。来，再来，再坐着啊！好 ，Seven 可以说是我从小看到大。No， 小时候我就看过他。哎，你从那个角度，都坐好了啊！我给你们几个开个会。啊，今天咱们这来人了。Seven 稀罕我。Seven，你来，你好好玩，咱好好点名呢。Seven，过来，坐。坐好了，好好点名，姑娘快点，老大快点。没一个听话的。谁大女儿？今天咋了？那怎么不听呢？来，小明啊！底下小明来，小明先走一步了。明啊，你来呀！大女儿，啊，出来，再喊一个啊！15啊，我15啊，来，Seven让你点他呢，Seven。俩塞问，你看俩塞问。你是塞问的啊？你是塞问的？谁都不给。坐好了，坐下。哎，你看，石榴还要抢呢。石榴过来，石榴坐下来，给我坐下来啊！
你有排面吗？你打电话啊，是偷人偷人吃的。三哥来，三哥来，我在点啊，我喊的时间你们先往前走。三哥来，不好了，我喊的时间你们先往前走啊。十六，十六，不是你坐下来，只是听话了是吧？啊、十六。没老爷暗藏玄机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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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一次性成功啊！一次性成功？一次性成功，全捡出来的。我可能我是不太信。来，不动，不动啊 ！No， 一次机会，十六，来，操你！你坐下，你叫十六吗？乱套了。爆的，急眼了，急眼了，看观众，这是急眼了，他玩急眼了，十来，啊，不可能使劲打，都轻轻拍他得，我就一把，我就最后一把啊，来，那个零食啊，来，我们零食，再一十对吧？十是能听懂，都能听懂，知道吧？十来，十来，你叫十六，你叫十六啊？啊？你看给三文急的，退回去，退回去。退下，来，十六来，不知道，十六出来，你是啥？你就你不三吗？出来，你不叫三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回来的，你回，你回来，你坐下来，行不行啊？那不行，我来了，你这没面子，我这一瞅啊。坐下来，我坐下来。先喊三万啊！我这瞅你没面子呀。三万来。啊，你三万一来，虎妞也来。好了。给一个小弟得吧，你也给一个小弟得吧，好不好？脑瓜嗡嗡的，脑瓜嗡嗡的，气死了，都喊缺氧了都。引一个，我姐夫要叫不出来的话，我感觉我也不行。你让他们坐着都白费，你信不信？你让他们坐成一排都不可能，你试试来，你试，你让他们坐成一排。过来，你让他们坐成一排，对，你先让老四坐，先让老四坐，坐那条线上，坐那条线上。坐那条线上。对对对，你先让四哥坐。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，坐，然后，哎，你这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你这坐一排，你试试，你先让一个坐好了，告诉他不能动，对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，让老大，那虎妞，让老大坐，让老四坐好了，第一排，坐，乱套了，坐。你喊他，别动，他以为你跟他闹着玩呢，别动啊，坐，别动，你又来，坐这儿，坐，过来，你坐这儿，坐，不许动，对，你让坐，坐，往后去，往后，让三爷坐好了，三爷，坐，都不许动啊！不许动，三人不许动，三人不许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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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能不能成功。三万不许动，三万不许动，我得喊三万啊，我得说三万，三万，三万。三万，哎，不信，坐，石亮，你没有力度啊，你得喊呼哈，好好的喊，腰疼不听话。家们啊，有想吃榛子的，东北大榛子下来了啊，家们，想吃东北大榛子的啊，39.9块三斤，然后呢59.9块五斤，59.9块五斤鲜榛子，老铁们啊，喜欢吃榛子的，家们不是熟的啊，生的，这个榛子回家就生着吃就可以，然后给你们赠送一个钳子啊，家们专门夹榛子一个钳子啊，坐好了，坐起来，坐。哎，你回去，你回刚一直好。哎呀，你给我坐，不许坐，不许坐。你给严厉点，严厉点。你喊什么？大点声喊，不许坐，他不动了。坐起来，坐，坐，老大坐，坐起来，就你没坐起来，坐。谁子老师，谁子老师，谁子老师，他们几个谁子老师研究了半天了啊，你如何四个子老师是不是啊，怎么办了，这才他妈哪到哪儿了，给你怎么办了啊，行，起来坐，不许坐，使劲回去，哎呀，成一排了啊，成一排了，不许坐，这也成一排了，不容易啊，你给一个给贾玲零食，一个给贾玲一个零食来，把手抬高点，别咬着啊！就愿穿，别抬高点，你别你只扔个嘴里行，别喂，对，扔嘴里啊！还有谁没吃的？四个没吃，四个没吃，扔往嘴里扔，哎，对，对对对，还有谁没了吗？老大给了吗？小明给了吗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太成功了！来，我看他们几个，我感觉他们几个应该不能听你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的啊，哎，你一会儿我整只狗跟你坐一块儿，你跟他在坐一块儿，你给他吃，你给他把吃的放他面前，你告诉他不准吃，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。啊，你说不准吃，你看能坚持多长时间？啊，没给 Seven 吃吧？给 Seven 吃了吧？给 Seven 吃了。啊，你再给他一个，哪个钱啊？这个对，好，好，行吧，咱玩这个游戏，啊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伙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咱们没点亮的好朋友们点点亮啊，还真不好摆弄啊，十六没给吗？十六第二个实在，十六第二个是没给，给一个来，给十六一个。哎，去！给小石榴，给石榴！我靠，明蛙！你给抢过来，你抢过来，抢过来呀！抢过来！不好！哈哈，他不能咬你啊！他不能咬你啊！哎，你看石榴多聪明啊！他不能咬你。你哎，小明，刚才睡屋了，屋了，头一回对我屋，头一回对你屋，啊？来，都过来，别哭，坐，你先过来，四哥来，坐，别受伤，石头过来坐下，不许动，过来。坐，上这儿来，坐，石头来，坐，石头坐，坐，坐下，看好了啊，别动，不许动，听不听着？不许动，过来，坐下，坐，不听你的，你要给谁？让他们抢一个。不，你抢不行，你要抢他们几个，哎，该那啥了。让他们那啥。他们几个该干仗了。一个听话都没有，让他们不许动，不许吃。不，你一个一个来，来，过来，老四，进来，老四来，老四进来，好，老大进来，
我娘，老大，老大进来，老大，来来来，来三十三这行啊，三十三这边去。明花，你又进来，明花，明花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把吃的拿过来才进来了，你指笼子才进去了。去。啊，你看这咋回事吗？好，你让裁判来啊，让裁判你坐这儿，裁判坐好了。先从最难的开始。行，裁判坐来啊，起来。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行，坐这儿行。好，对，坐这台上就行。对，坐台上行，盘腿就行。哎，对，好，裁判坐好了。裁判你过来，来，裁判坐这儿来。你坐这儿，裁判你坐这儿，坐。裁判你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裁判你坐这儿来。裁判你坐这儿，坐下，坐好了。裁判，你不能抢。你坐下不能抢，你坐下不能抢，没让你吃不能吃。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。操，没找你了。三万。你让你三万。坐。你坐下。完了，三万开抢了。三万，你来。坐下。坐。不动，那我趴这儿，让低头，让低头，让低头，低头。不，你别这样，你指底直地也得低头了。低头，胖子，你告诉他不能吃。不吃啊，不吃，不许吃。我得瞅着他啊！我得瞅着他。老人奸，老狗滑，三万不好摆弄。再来一次。我要坚持到两分钟，就算我赢。你那三，我跟你说，三万，你这里需要太残忍了，这里需要时间段。来，三万坐好了，三万坐下。坐。不许动。No， 不可以吃啊！我让你吃，小明别瞎喊。我让你吃才能吃，听没听着？不能吃啊！多长时间了？不能吃。一分钟。坚持不住了，他坚持不住了，一分多钟坚持不住了。你看啊，我不让三文吃，就是我出门的时候不爱吃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你不相信，来，我给你试试啊。我没有了，你来，那你拿手机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不让三文吃，三坐好了，过来坐下，坐好，三坐，不许动。三文这个好不好吃？好吃是吧？你看这边儿，香不香？香。想不想吃？想吃是吧？我放在这儿，你不准吃，啊！我没说吃，你不能吃啊！不能吃，啊！我出门必须打脸。我出门，我没说吃，你不能吃，听没听着？你别动的啊！你别动就行，只要你不动就没事啊。不许动啊！出门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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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出门就没了，哈哈，真是这边门还没等关上，那边嘴已经上去了，哈哈，那我说话好不好使？好不好使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再吃。
我生气了，三娃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生气了啊！哎呀，你这也不好使啊你呀、啊！弄的时间太长了，其实他听我的，知道吧？你敢强行解释？三娃指定是听我的，但突然不听我，我也没办法。突然不听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啊，啪啪打脸呀！得看他今天的脾气。人多了不怕了啊，试试迷糊。你说气人不啊？是迷糊，来是小迷糊，来是小迷糊，来是小迷糊啥样啊？三金哪个？三金，三金，三金，进，好，好，把迷糊放出来。你信不信我让谁出来谁就出来？你信不信？我让谁出来谁就出来。迷糊出来，哎，老大，不是老大进，老大进去，老大进来，我放，就我放。啊，来老大来走，来，只有小明能出来啊，明儿明儿，行，听到啊，家们想吃榛子的啊，东北鲜榛子，东北鲜榛子家们啊，39.9三斤啊。59.9，5斤鲜榛子啊，五斤鲜榛子啊，有想买榛子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儿可以拍一单榛子吃啊，真的好吃，是肉干先动手，来，你先看看迷糊，你先试试迷糊，让迷糊坐你旁边，你俩迷糊听不听你的？来，迷糊来，哎，坐，过来坐，坐。榛子怎么吃？榛子直接夹开就能吃啊，生的家嘛啊，不是炒熟那种。啊，生榛子就跟吃生花生一样。坐。啊，家们。过来上这儿来坐。吃过生花生吗？跟他吃生，跟生花生一样的啊。上这儿来，迷糊。木耳多少钱一斤？我上这儿。木耳是55，23.9，185克，55一斤啊。坐。不许动。不许动啊。迷糊。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着没听？这不就好了吗？啊。好了，别动。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不听着？我不让你吃，你不可以动。我放这儿了啊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动，不能动啊！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不听着？你瞅我干啥？你瞅我，瞅着我，不可以吃啊！也没有准备抢了啊！不会动，我不让你动，你不能动啊！你说吃，你说吃，他就抢了。吃吧，明，吃吧，吃吧。不可以动。二。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吃。三，你看你说话不好使，你说话不好使，害的是我说话。你别说话，你一说话啊，你不说话他就听我的。你来，你再放，你再放这儿。过来坐，坐，过来，坐，坐下。我放这儿不可以吃啊，我让你吃你才能吃。不会吃，你这样吃都不带吃的。你看，你跟他吃吧，你说吃。三、二、一，你看他不吃。你是喊三，大声喊三。三，你看不吃吗？再喊三。三。迷糊，是喊三好使，喊三好使，瞅我的，这有特殊口音啊，我啊，这
说特殊口令，这叫特殊口令啊。小迷糊蛋的人本身就听话，人家小迷糊蛋是按套路出牌的狗。迷糊蛋子，你看脑袋有吧？嗯，你看脑袋。你看啥？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你说我就这么的啊！我出去了，小牛不带吃的，信不信？小牛肯定不吃 ，seven 肯定吃，小牛应该肯定不吃，你们信不信家吗？啊啊！你给小牛变个魔术，你给小牛变个魔术，你让找，哎，你给变个魔术来，你给变魔术给变没他吧，肉哥。对，你让做好了，让做好了，给小牛变个魔术来。给明变魔术魔术来，我看你魔术功底行不行？啊，我看你怎么变魔术啊啊啊！老王，好了，没了，握手了啊？没了。找去吧，你找找，跑哪去了？迷糊，跑哪儿了？这边找，搜，我操，找着了！找着了！你就自己找着的？找着了！啊！你得夸他！夸他！真棒！来，奖励！夸好狗！来，我试我的。木耳23.9，180克，55一斤啊，家人们，咱家东北黑木耳55一斤啊。你还得出去啊？我出去。你试试出去。小明啊，你在这，你在那儿，你我这儿你让他吃，他都不带吃的，我感觉。不可能。啊。那好啊。小明啊，老爷给你往这放个肉干儿，谁让你吃，你都不能吃，知不知道？听不听明白？听不听到明白？听不听到明白？谁都不能吃啊！喊三也不行，也不能吃。啊，明白？我不在家，我告诉你，谁说话都不能吃啊！家人们，你就看我一会儿咋让他打脸的，看好了。你敢吃，你试试明白。关门了，明白。三。你看，我说啥来着？他可能我说啥了啊？脱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妈在骂你！我说的不是啊！你妈啊？他刚才是不是骂你了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一边吃一边骂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吃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揍他！你看我这回我不说三，他也得吃。不能偷吃啊！我不说三，他也得吃。谁让你吃就不能吃牛啊？看好了啊！一会儿打他脸。我俩瞅着，他肯定不带吃的。你不能瞅。你不说，迷花，你看，我都不用说话。你看，又骂上了。No!
你真行，你真行。出来。挨干了吧？你看挨干了吧？那我说话不好使啊！啊！我说话不好使啊，明白啊！我说话不好使啊，明白啊！我跟你说话了啊！你说啥？我是不是你姥爷？我是不是你姥爷的明白？疯了，急眼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，明娃？啊，是不是疯了？啊？啊？好了，一个小时。什么玩意儿？吓我一跳。啊？明娃不行，明娃不行。啊？没事，他不能咬我。快点啊！挂了。接下来也不怕他你咬你咬你嘴，他不可能咬我嘴。我跟你说家吗，他肯定不能咬我嘴，他顶多咬我脚。顶多咬脚。给你踢踢会指甲、啊。来下一位换老大来。小明在这儿，明来。进去明来。啊。你这叫。老大出来，老大，你看他不出来吧？你看不出来，不出来吧？骂人呢，小石头在那骂人呢。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东北黑木耳23.9元，180克，55一斤，家人们啊，想吃东北大榛子的，家人们可以拍那咱们东北大榛子啊，老铁们。东北榛子好吃，老铁们啊，咱这东北榛子呢是鲜榛子，老铁们都是今年现摘的榛子啊，家人们39.9元，给大伙儿发的是3斤大榛子啊，大号榛子，家人们啊，然后呢是59.9元5斤，59.9元5斤榛子啊，鲜榛子，来，你看老大啊，你吃老大，来，你吃老大，你吃老大，来，来老大，来，老大应该是不，老大应该是听话，老大。老大是咋都行，俺家老大特别听话，咋都行，那不争不抢。哎，但是你数一二三，老大能躺一地哈喇子。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听着，我把它放这了，我让你吃，你才可以吃啊，我不让你吃，你不可以吃，谁说都没用。你离近点，离近点，离近点，肉干离近点。来喊三都不好使啊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动啊。我让你吃才能吃，老大这听话了啊！真的咋的？真的，这是给你们给一个钳子，用钳子给它夹开就行。我不让你吃，你不能吃。他拿糖果手呢？啊？他拿糖果手？我看。糖果一手，糖果一手，他拿了。老大是真馋呢。但是你真不吃，你真听话呀！你老大拉个大长脸，老大不吃，老大听话是吧？我让你吃，你才可以。你让他吃，他都不一定能吃。我告诉你，炒熟吗？不用炒熟，生吃就行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你别动，你别吱声啊！我喊三声。你老大那大长脸，哎呦我操，真好使！哎呦我靠，哎呀行啊，啊，太乖了！来老大奖励来！哎呀，好狗，好狗啊！我出去，这回我出去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回我负责。你在这，你在这，你我在这没有没，我在这不行、啊，我在这他肯定不带吃的，因为他是。我因为你是陌生人，你在这儿才有意思。我在这儿，那不像我不让吃了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慢吃啊，这个我也不止了。你喊一二，然后慢着喊三。一二三。老板，老板写哪会有个苍蝇呢？老板往后瞅呢，这怎么有个苍蝇嗡嗡的呢？啊？手里这不是不行啊！再来吧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好吧。我就放这儿，我不让你吃东西。只有我喊三的时候你才能吃，听见吗？是吧？我喊三次才能吃。这大场面。一见笑了啊，老大见笑了啊！好狗，好狗，好狗，你来啊！你来，老大见笑了啊！我看你出去行不行？啊，我出去，老大也不带吃的。我感觉老大好说话。咱家跟你说，咱家别的人不敢，别的狗不敢说，但是老大直接听我，是吧？老大流哈喇子，那哈喇子淌我手上了。我跟你看我这手亮晶晶的，全是那哈喇子。来，咱回头啊！一。老大喊懵了，一二三四给他喊蒙圈了，啊，嗯啊，来，今天考验你一把啊，老大啊，我这个零食放在你面前，谁让你吃都不能吃，听不见老大？谁让你吃都不能吃？你看，一会儿就打嗝、啊，一会儿就打脸，一会儿你看他打不打脸、啊？不能吃啊！不能吃。三，你看，让他吃他就得吃，跟你说，只要我搁这儿，这狗就得听我的。你看我发现你们今天没有听我的呀？啊，今天咋没有听我的了？你们几个？哎。啊？知道谁对你好了吗，老大？哎呀，太乖了，再奖励一个。哎，我发现他们今天怎么没有听我的呢？啊？真乖，好狗。回去，换老四，换老四啊，来，换老四，我就不相信了。老四没出来吧？换老四来，老四进来，老四来，老大进，老四进来，老进去，老大进来，都不听我的，老大进来，老进来，老大进这里，进这里，老大来，进去，老大。老四进来，老四，你让进去。老四出来。老四应该听话啊，我四哥应该听话。老大不想进去，老大没玩够。不一定能听我啊。四哥不一定能听我。还像刚才那样似的，还像刚才那样。啊，我再拿两个。哟，我操，四哥捡个漏。捡肉了，捡肉了。让我四哥捡个漏。还等上面掉呢，这回让他掉了吗？好啊，好，你这回你不让老四吃，老四应该听你话，老四应该是比较听话的啊。
但是老四跟老大一样，但老四的反应应该是比老大还要快。这个，嗯，我放在这儿，我不让你吃，你不能吃，听着呢，不可以吃啊！你看老四大脸啊，看到？不可以吃，我让你吃的时候你才能吃。坚持住！你老四一直瞅你。一。进嘴里的肉你是真不往下吐吧你，重来啊，最后一次，听不听着？我感觉我都听，我感觉你刚才喊的三呢，四啊，你刚才喊的四啊？一二四吗？闻了，香不香？想吃你就得听我的，我就搞这儿了，我不让你吃你不能吃，咱俩就搁这瞅着不能吃。你瞅我也没有用，你瞅我也没有用。一，二，五。必须给四个奖励啊！胖乎乎的好玩。好狗，再来一次啊！还来吗？你来吧。嗯。我还是比较想看你，你知道吧？我想看你出去的时候打脸的时候。行。来，我来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！下方小黄车有需要啥的话，咱们可以拍的啊，家人们！想给自己家狗子买罐头的家人们啊，罐头是29.9发六罐啊。29.9发六罐罐头啊！老四来，老四坐下。哎呀，继续打脸啊，家人们，继续打脸。好，你看我喊三，老四怎么喊啊？老四好了，啊，来，我操！哎呦，坐起来。累了，吃累了，你给我四哥吃累了都。好，老四啊，弄。快呀！四哥，四哥，好，我感觉他一直瞅我呢，在那啊啊！他瞅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！老四一直在瞅我。四哥在看我的动作，家人们，我四哥在看我的动作，一脸大褶子。家人们，这个狗罐头啊，拍一发六罐，大罐肉罐头啊，含肉量60%的罐头，家人们。含肉量60%的罐头，今天下单拍一发六罐，啊，家人们，拍一发六罐啊，家人们，一共是2250克，狗子不吃包退，家人们啊，来，四哥来，四哥坐起来，我来考验你一把，四哥来坐起来，我考验你一把，四哥啊，我把肉罐放在一块儿，老四，谁让你吃你都不能吃，
听说四哥，现在前三个车已经翻了，你是第四辆车啊，不能再翻车了，四哥啊。No， 不能吃，你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哎我操，你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学会拒绝，怎么拒绝？啊，不能吃，吃不吃？啊，不吃是吧？行，不能吃啊，拒绝。对，拒绝，拒绝。啊，拒绝。啊，对，学会拒绝啊。No。这门还没关呢，这门都没关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门都没关他就吃了。这不让他生气的吗，四哥呀。啊。哎。这不是接连翻车呀。来，好狗来吃。啊。接连翻车呀，接二连三的翻车呀，家们整不了了。这整不了了啊。看腐妞吧，看腐妞怎么样吧，家人们，自己家人白费了啊！看外星人吧，外星人，看小石榴和腐妞大大他俩咋样吧，啪啪打脸呐！啊，太香了，没忍住。来，你说腐妞能翻车吗？你觉得腐妞挺能听话吗？不行。你摆弄不了腐妞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你不相信啊？老师进来，老师来，老师进来。四哥进来，老四来，过来，来来，来、哎、你放斧子出，你放斧子出来，来，你都整不了他，你放斧子出，你都整不了他。你看腐妞乐的，你看给腐妞乐的，终于轮到我了！哎呀妈，终于轮到我了！哎呀，真好啊！腐妞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终于轮到我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”啊，来腐妞来，你不让你不让吃，你看他吃，你看他听不听你的？走，过来，快点的，坐，腐妞坐。哎呀，坐啊，注意坐。你动，看好了，别动，你娟，别动，看好了，别动，疼，哎，不是让你吃，让你闻的，哎，听话，听话，别动啊，别动，我现在没让你吃呢。叫他过，你叫过去，你叫他过去吧。妞，过来来，上这儿来，上这儿，坐，别动。你先放地下，不让他吃。哎，不可以吃。腐妞说不吃能不能是我性格吗？啊？看好了。腐妞说不吃都对不起我这体重。我放这儿了，不可以吃。不会吃。哎，我操，要自己够的，自己拿爪子扒拉过来的。最后一次，我不行就换人了，听不听着？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，别动，不可以吃啊。不可以吃，我数一二三，数到三你才可以吃，听不听着？别动啊，别动。这够，你别碰它，你别对。哎，白费。白费。太失败了。你是我最失败的。但是我不让吃，肯定不吃。你信不信？你啥都不相信，你啥都不相信，我不让腐妞吃，腐妞不带吃的，就不信，不相信，看啊，腐妞别人不行，肯定听我的。坐，不动，清明我要给你做绝育去，
啊？谁干的？坐好了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快点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这谁吃的？哎，我操！妈操的，我坐起来。能把腿松一松？那小姑娘哪怎么坐啊？坐起来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。小姑娘没有这么坐的，你看腿大腿大腿的，坐好了，不能吃。你看这儿，不能，不能吃啊！呀，妮儿，哎。还是禁不住诱惑。我跟你说，你敢吃你试试啊？啊，你看我削你不？谁干的？能吃吗？能不吃？哎呀，控制住他啊！姑娘。哎，嘿嘿嘿，这都控制不住。嗯，一人指挥他就完蛋了。那呗。啊。可能是等不到你，连开门都等不到。咋了？不能偷吃啊，母亲！谁爱吃都不能吃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回家，我回家，回家父母比谁都快。就剩一个十六了，哎呀，就剩一个小十六了，就剩小十六了啊！家人们，全村人希望都寄托在小十六身上了，家人们，啊，都在小十六蛋子身上了啊！罐头啪一发六罐，家人们想给自己家狗蛋子买这个肉罐头的啊，含肉量60%的含肉量，家人们啊，是鸡肉、牛肉、鸡肉蔬菜和牛肉蔬菜的，家人们啊，想给自己家狗的拍牛肉罐头的鸡肉罐头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可以拍那罐头吃啊，狗的不吃包退，家人们啊，狗的不吃包退啊，肉罐头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哎呀哎呀，哎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张瑞，啊，你躺地下之后，小石头能趴你身上。趴我身上，你看我啊，我你看你看能不能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啊，你看我啊，石头来，过来，石头来，过来啊，我要晕倒啊，石头来，石头来，哎呀，完了，我操，哎呦，石头，石头。你看，你看那边，石榴，石榴，看，这是咋了？石榴，我晕倒了。晕倒了，晕倒了，哎，哎。石榴，我晕倒了。你看那儿啊，白扯。那我把吃的放回去。把吃的放回去。妈，这个重来，重来。石榴来，石榴来，石榴。最后我让他看看我身上没吃的了。哎呀，脑血栓犯了，石榴，石榴晕倒了，哎。管都不管，瞅都不瞅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晕倒了。哦，还他妈踩我一脚，踩一脚。
哎呀，哎呀，给你做人工呼吸了。拿回来真好。把零食给叼走了。啊！你这狗子啊，这小石头大更尖。那看你是不是真晕倒，然后把零食从兜里叼出来就跑？真他妈高兴！你没发现吗？小石头把零食叼走那瞬间可高兴了，啊！你往地下一躺，你往地下一躺，他才能躺你身上，听没？你听没？晕倒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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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呦我操！他给你他往脸拉屎，小石往脸拉屎！大哥，你别拿屁股对我，你把脸冲过来，你把脸冲过来，对对对，你把脸冲过来！我操他干啥呀？咬你二，咬你老弟！你干啥呀你要啊？哎，来做游戏来。石头主打陪伴。主打就陪伴，我才不管了。哎，俺、啊、那小牛蛋能跳多高？小牛蛋能跳这么高不？跳这么高？跳到我这儿？对。一米。能跳一米二吧？那肯定的，小明蛋子。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不？来吃。你让他不给你吃。来。过来，坐。他跟你混熟了，小蛇跟你混熟了啊。走啊！我不让你吃，你不可以吃，听着。哎。罐头拍一发六罐，家伙啊，咱这罐头老好了。不可以吃，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清楚没？不可以吃啊！一，我不能动。他们为什么一有外人来了都不听话了呢？啊，家人们。没有了，你不听话没有了。他有外人一来，他们怎么这么就不听话呢？现在怎么搞的？啊，想看大 seven 呢 ？seven 是第一个表演的吧 ？seven 第一个表演的，嗯，反正 seven 第一个。哎呀，不可以吃，不许动啊！我让你吃三吃，我不让你吃，你现在不能动，听不听着？一、二、行不行？能吃啊？呵呵呵呵呵呵，七，呀，听懂了。三，呀，像蒙圈了吗？这个蒙圈了。啊，行啊，行，好宝，好狗，奖励，也算成功了啊。也算成功了，也算成功了。啊，不容易。来，我来一遍，我来。明天就好。啊？明天就好。明天就好了。明天就认识了，明天就好了。来，行，来，更听话了。我这兜里有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来，坐到这儿来，坐了，坐这儿来。Seven 是第一个出来的。坐。咱一会儿再做游戏。石榴啊，我没说吃，咱不能吃啊。我没说是谁也不能偷吃啊！那肯定不该吃，他要吃啊！真的，他要吃的话，我他妈啃小牛的腚沟子。
哈哈哈哈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小石榴如果吃的话，你看小明那个大菊花，我肯定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直播吗？还是不直播呀？啥时候来呀？不能播吧这个？媳妇儿，我不舔，不舔。不舔你，开玩笑呢。哎呀，说啥了？啊！爹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实在是我想干净干净，我想干净干净。臭不臭？有没有味儿？他都不敢喘气儿了，他都不敢喘气儿了。哎呀，他都不敢喘气儿了。我这个出去啊，我这个出去你可不能，你不能再翻车了，石榴啊。咱家他们都翻车了，就最后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啊！我出去之后放零食，你不哎不能吃，行不行？不许吃啊！全翻车，今天不一直播，回来吧，啊，回来吧，你连你开门都没等到，哎，我现在真是不宜直播呀，家们啊！连你开门都没等到我，今天真不宜直播呀！明啊，今天怎么都翻车了呢？是的 ，seven 翻车啊，都不听我的哈、啊，白训了，白训练了，辛辛苦苦大半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呢，我终于体会到这句话了，家们。辛辛苦苦好几年，啊、辛辛苦苦好几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呢，训六年了，啊，家们，有人不害怕了，简直是车祸现场啊，家们啊，丢人了。大型车祸现场。出来吧，都出来吧，啊。哎，三万。来，进来，有老铁想看三万的，来，老大进，老四，老大愿跟虎妞在一块儿，老四，老大，放老大进来，来，虎妞，老大进去，老大你起来，老大进去。Seven 是第一个翻车的，啊 ，Seven 是翻车翻的最厉害的一位，我告诉你，啊 ，Seven 是翻车最厉害的一位，来，你告诉 Seven 不能吃 ，Seven 不吃 ，Seven 就得跟人抢，啊，来小子，过来，放 ，Seven，Seven 你不能这样式的，你这样式很让人讨厌的 ，Seven。坐好了，再坐下。坐，趴下。对，趴着不准动。注意坐啊，注意坐。我让你今天吃，听着啊，不可以吃啊。别喊话。哎。趁人不备呀、啊，出其不意呀、啊，啊！我的手我就松了一秒。Seven 是趁人之不备，出人之不意呀、啊，啊，出人不意呀、啊，趁人不备呀、啊。哎，别骂我！出其不意呀、啊，出其之不意呀、啊，啊！过来，来，小子，过来，前面，过来，坐。
上这儿来坐。不动啊，不动。No, no， 三不许动。三文你不能吃，三文你听话，你听话一把不行吗？数三文最听话。No。我是一点威慑力没有。嗯。我是一点威慑力没有。三文本身也不听我的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别扒我，别扒我，疼。你这里边藏东西了吧？里边，我手里攥着另一个呢。你看，三爷看着呢。你站起来好了，站起来好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哈。好，站好了。来，我给我，给我来。过来，你给我来。站坐好了，坐来坐，坐不许坐，动，坐起来，坐起来啊！能不能听话？能不能听话？你今天啊，能不能听话？起来，都翻车了，说你，不给吃，不给吃，不给，不给，不不给，不给，不给吃，起来，起来来，坐好了，能听话吗你？啊，害得我气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操你个，挠我是不是？起来坐着。一家也一家，哎呀，二姐二，二姐二，二十二等于四，几声？四声。你坐好了，那不给你吃，不给吃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。真聪明啊，真聪明。坐下，不给吃，坐下。我问你。数几下？数了十四下。啊，十四下。数十四下。你看你个挠的，三文，你看。差两下。你看我挠的，这家伙，你看。呀。啊。给三文大家数蒙圈了，十四、十五，少两下。啊。数了十四下。三文不数了，三文累了，三累了。我这没有了，我这没有了，你说啥？真没了！哎呀，没有了！你那肯定有，他不能挠，他不能挠，他指定有，你指定有是不是？有，这兜里有啊！我搁兜里你也没瞅着，从头到尾也没拿出来过，你咋知道呢？你问他高不高兴？你问他高不高兴？你高兴吗？高不高兴，大哥？想吃吗？你坐好了，你坐。啊，别挠我，别挠！哎呀。你坐这儿，三姐坐下，你给我来，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啊，坐下，坐立，坐立，不许动！你把东西都掏出来给他吧，三姐找你算账了，三姐找你算账了，一会儿，啊。我指挥他，别人给他，好你给你指挥他。高高兴，高高兴，坐立，坐立咋整的？你坐立，坐坐坐，坐立，举动。哎呀，厉害！你让三转圈，你就指一下转圈，你让转圈。这样。对，对。对吧？往后指，往后指，往那身后指。对对，你过来转转转转，拿零食来，零食。站圈，站圈，站圈，我坐下了。不，你往那，你是拿零食那个手指指。对啊。对。站圈，站圈，转转转。哎。再转一下。再转一下，再转一下，再转一下，再转一下。给你吧，我指挥不了。来，转圈。呀，过来。
转圈，三万，来再转一圈，好，三万，来三万，绕我这转一圈，绕一圈。好，倒着绕一圈，倒，三，过来，倒着绕一圈，倒一圈，倒一圈，没倒出来，再倒一圈，你看没倒出来，你看我让三倒一圈啊，三万，倒一圈，倒着转。倒！哎，不会的呢，怎么？过来，再来，倒！哎呦我啊！哎呦我！太牛逼了！哎呦我！三万还记得原先，这都是小时候训的，长大我都没训练三万。三万长大之后都没训练三万，都是小时候训的。啊！三要喝水，你看他知道要喝水，他要开门，你看他知道叫门，别的狗就不会，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家们啊！有想吃大榛子的家们啊，东北榛子啊，有想买东北榛子的好朋友可以拍那榛子啊，39.9块三斤啊，然后呢59.9块五斤，59.9五斤，39.9三斤啊，39.9三斤。别的狗可能有的聪明，有的是好看，但是我们 Seven。我跟你说，其他的狗他们几个也都聪明，都一样聪明，我跟你说，在我眼里都一样啊，只不过啊，家们，其他狗就没训练，知道吧，有了试了，有的人就是自己的狗克隆了一只，我跟你说家们啊，克隆那个狗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家们啊，因为之前我问过克隆那个狗那个事儿，啊，家们，那个狗克隆了之后，它不会说跟 Simon 一模一样啊，家们啊，它不会说跟 Simon 一模一样，啊，它也有长得不像的，知道家们，啊，克隆一条狗10多万，然后呢，第一呢，家们，你克隆出那条狗，家们跟 Simon 长得不一定像，知道吧？再一个，你克隆出那只狗，家们，它也不会有 Simon 的记忆。啊呀，就相当于生个孩子一样，啊，他不是那么特别像，知道家们，啊，也不是克隆，也不是原来的，知道不家们？克隆也不是原来的，啊，原来的 Seven 今年的 Seven 和去年的 Seven 都不一样，你信不信？今年的你和去年你都不一样。他要克隆的话，只是拿 Seven 的 DNA 去，就是、对呀、啊，再创造一只狗呗，对呀、啊。我见过克隆了两只狗长得不一定像，知道吗家们啊，因为我之前我上沈阳，我问过亮总，知道吗，亮总说他们那时候就有克隆技术，知道吧，然后呢就是10万块钱一只狗啊，只有三分自己生的孩子能跟他一样，其他的不可能有一样的啊、嗯，只不过多了一只狗而已。对，没有一模一样的狗，克隆不出来。你看，那伏牛大大挺稀罕你的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咱们点点亮，老铁们，咱们点点亮啊！你好。39.9三斤，东北大榛子，鲜榛子啊！咱这榛子是鲜榛子，不是熟榛子啊，鲜榛子直接吃就行。哎，我今天忘拿了，老铁们，我拿好了，忘带了那榛子啊。再一个，我吃不了榛子啊，我哎我，
完了，给小明挠了吧？是不是给小明挠了？是不是给小明挠了？不行。花卷是不是花卷挠的？花卷那小猫，哎呀，花卷那小猫，说实话不适合在咱家养了，它跟狗不对付。它让狗，花卷让狗咬怕了。嗯。啊？但是狗没次咬它。是没次咬它。都是吓唬它。给小明咬了，给小明挠了，我看看，用了看，完了，挠哪儿了？你看看，哎呦我去，是给牛蛋挠了？你给我身上打喷嚏了？这干啥呀？老四啊，谁给我身上打喷嚏了？是不是你？看这打的特像，这胳膊上，我操，不长记性吗？是不是你打的？花卷送人吗？花卷，花卷吧，嗯，花卷不行，花卷他不跟他这几个猫呢，他跟狗不亲。花卷，猫跟狗是可以一起养，可以一起养，他跟狗不亲啊，他只是跟狗不亲，他跟狗总躲，他总躲他。但你要不躲，其实那狗它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是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个猫吧，它来的时候它已经是大猫了。来的时候是大猫。对，就跟昨天那个小猫小菊似的，它没见过狗，它所以它以后就肯定会害怕狗。你看那小猫为啥不害怕狗呢？小猫它从出生就开始接触狗，它肯定不害怕狗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刚才抱着那小猫，你看你抱着小猫，你把这小猫抱出来，它们那小猫就不怕狗，花卷就怕狗。花卷可以送人，留小猫，我觉得也是啥，我觉得应该把花卷，你看小猫就没事，那小猫你拿下来怎么都没事，他们也不咬小猫，小猫也不挠他们。哎，不挠我。挠那个拿下面那个多好啊，一样他俩。刚才抱的不是那只。抱是哪只？抱的这只。那拿这只来，拽出来就拽，拿住就拽出来，对，拽出来一下子，别犹豫，一犹豫的话就容易挠着你。别送人了，哎，他总是挠狗，知道吧？不是我想给他送人家嘛，花卷子总挠，你又给小明挠坏了，你给你看看，明花，啊，鼻子，别，哎呀，舔没了，就已经出来了啊，刚才还坏了呢。舔没了，舔没了。一会儿，玩。这肿了，这肿了。嗯。不可以拱它啊！不可以拱它，听没着？你把小猫扔地下，他们也不带咬小猫的。我害怕。你没事，你扔地下，他们也不带咬的，他们就是稀罕它。你放地下，它也不带咬的。抓住我，不让我放。嗯。放地也没事，我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就怕勾着眼睛。哎，你放地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他不咬。哎，不咬，没事。不咬，没事，他不咬。钻沙发底下了，够不了。沙发底下它钻不进去，你把桌子往外一抽，就一下就抓着了。往外一歪，自己靠一边，一眼，对，来抓着了。你看，你慢了，你动作慢了。你们快拉倒吧，少废话。都虎视眈眈瞅着，但他们都想闻闻他，你看。那太阳吧，你咋知道刚才你拿是这只猫呢？因为我看着它鼻子了。啊？因为我刚才看着它眼睛。哎，你看花卷跟它长得像不像？花卷啊？因为这只长得好看。那个花卷跟它妈长得跟它像不像？花卷，它妈。不行。啊？哎，不可以咬。
你看他咬手，但是他不忍咬。他不忍咬，这小猫给你挺好的啊，咬自己尾巴呢，他不怕吗？他不怕狗，这小猫一点不怕狗。猫怕它，红棕泰迪毛变白有什么好办法？没有好办法，它应该是受伤了，知道吧？它或者是身，或者是毛，或者是它有皮肤病，然后它皮肤有炎症啊，导致它皮肤里边损坏了啊，所以它的毛就会变白啊。就像小猕猴蛋呢，之前被老四咬了之后，咬完之后吧，它伤口愈合之后呢，毛就会变白，知道吧？没有好办法。这也没有好办法，这只比猫比花卷好看，这只比花卷好看。不害怕。你知道它出生是多大吗？也就巴掌那么大呗，没有巴掌大吧？它出生的时候？感觉应该是没有巴掌大。多大呢？你看，抱着我手挺，比他头小，比他头还小。吃饭了，吃饭，明花，吃饭呢。明花，看鼻子，看鼻子。咬你了？啊？没咬坏。咬你了。这谁呀？是 Seven 呗。这家伙，你要干啥？松口，为什么咬我？为什么咬我？我让花卷进去。不要不要，你们不要动了啊！不要碰花卷啊！让花卷进去。花卷总是伤害他们，伤害狗。哎，你说狗能打过猫吗？狗啊。嗯，我觉得这狗打不过猫。你看这么，你看，你今天这花卷来咱家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家人们，总是，我跟你说，其实这帮狗它真不下死口咬它，这帮狗它们真不下口咬那个猫，它狗就是咱家这些狗，它就喜欢花卷，知道吧？它想上去闻闻它，但是那花卷一看这么多狗一来吧，它就害怕，它就挠，对人产生攻击。这些狗没想攻击它。狗要想攻击它的话，那还用猫啊，家人们？那直接咬住就完了呗，锁喉了呗，咬住就锁喉了。不是打不过，是不跟猫打。对，老四他们也不想跟猫打。猫反应比狗快多啊！猫反应快，你又被挠了，老爷心疼了。我看米花。你看一下吗？有，能看吗？真挠坏了，真挠坏，挠破皮了，看，鼻上挠破皮了。看，你又不能动，你干啥呢，老四？啊？啊？啊？松口啊！妈，你今天要不咬破了，你滚！看明白，给明个特写。给你挤一下子啊，看明这鼻子，鼻头这个地方明显有红印儿，这块前两个四个生虫，打四个没打四个，谁打四个？你打四个了？他有人打四哥，谁打四哥了？来吃饭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。在云分过海，内我在门。花卷挠的，包子都不挠。包子也不挠狗，花卷挠狗。包子一看着狗，他就跑了，知道吧？包子的反应灵敏快，啊，包子不跟狗玩，这个包子花卷都不跟狗玩，就小猫跟狗玩。
你的狗几点睡觉？我的狗现在马上就睡觉了，家们，马上就睡觉了，啊。你刚才舔了狗。啊。不可以啊。其实猫也很聪明。嗯，猫，但是猫不好训，猫不好训，狗好训。哦，狗好训一点。一个听话的猫只能看它，就是刚开始的听话，刚开始的听话，你也没用。好，你给它放下，把这猫放下，给放下。狗子还没吃饭呢。光顾着玩呢。我跟你说，咱家狗子，家们，你们，咱家狗子，你们问咱家狗子几点睡觉？你家狗几点睡觉？家们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老铁们，我家狗一岁睡，哎，你说你，他们一岁睡一天，晚上的时候那狗晚，你说狗晚上睡觉吗？晚上睡。啊？皮蛋在你家晚上睡也不睡觉？在那更你翻来覆去在那就翻呢。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啥吗？嗯。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。说这狗不怎么睡觉，它白天的时候。它白天睡觉，晚上不睡觉。狗一般都是白天。晚上也睡。时刻都在休眠，只要没人打扰它，它都在休眠。对。我跟你说，狗晚上的时候，家们啊，它是它们最兴奋的时候，对，知道吧？白天的时候，狗是睡觉的，知道吗？在没有任何人打扰它的时候，它时时刻刻都在睡觉。啊，它们晚上几点睡觉无所谓，因为它们第二天早不用去上班，它们第二天早不用骑公交车，不用去打卡，不用去赚钱。知道家们，就算我现在下播了，他们也不可能睡觉。他们也是，就是咬咬这，咬咬那，看看这，看看那的。晚上的时候有点动静就起来了，有点动静就起来了，知道吧？说的对，我家狗就睡，早晨睡懒觉。找个大学生溜溜。嗯。找个大学生。你不是大学生吗？找大学生，咱拍一个，明天拍一个，我雇了个大学生啊，家们。我这是雇了个大学生，来自我们牡丹江师范大学，啊，中文系的啊，牡丹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家们，你闹呢？600多分就能才能考进来的，就属于重本，闹呢？是不是？别扯，一会儿人查去了，一会儿人两天上班卖货，第二天，是不是？来，喂，果子。吃饭喽！大公主和大三文一样漂亮，这些狗都漂亮，都好看，我都稀罕。哎，不许打架，不许打架。四哥呀，四哥当时吧，我俩一个考场的，我和四哥。我抄的他的嘛，要不我能上师范大学吗？是吧？你我不抄我四哥的，我能上师范大学吗？啊？你们干架吗？谁干架了？福妞和 Simon 看起来。老婆婆跟我儿媳妇干起来了。啊？对对对。我跟你说，我四哥分考的比我高，我不抄他的，我俩一个考场的，我不抄他，我能上这什么师范大学吗？四哥考多少分？四哥，我四哥考了零蛋，零蛋啊，家们啊，四哥考零蛋。想买狗粮的家们啊，狗粮在第7号链接，咱家狗子一直吃的狗粮，195米，20斤啊，家们，咱们家狗子一直吃的狗粮，195米，20斤。想买狗粮的，有需要狗粮的好朋友们，下方小黄车可以拍单咱这方狗粮啊，老铁们啊，狗子不吃包退啊，一直在吃，含肉量35%，来拿着吧，来，老四来，生日来，老四来，过来，来，坐好啊，
吃饭不能乱动了啊！来，三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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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老四一加一还没整明白。啊？我说老四一加一还没整明白。一加一等于怎么了？老四。啊，我四哥从小就怎么明白一加一等于一？啊！我四哥说他知道一盆吃完一盆再加一盆是几盆就行。啊！我这是晚上给粉牛喂饭。太胖了，啊、太胖了，粉牛。太胖了。徐大，你给我回去，你给我回去。不想吃饭了是不是？来，再坐来。算了，说我非得削你。三位坐好了。三位，你听话，你看你不能乱动啊，你不能跟别的狗同流合污过去了，啊？看狗粮、啊，真没拆封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没拆封啊？哎，家人们看看这狗粮啊，这里边这是啥呀？还有鸡蛋黄、啊、蛋黄、鸡肉粒啥都有，还有鸡蛋黄呢。我老乐吃鸡蛋黄了、啊、我可乐吃鸡蛋黄了。你也吃鸡蛋黄？嗯。哎，迷花回去。回去，去坐着。好，我就是吃这些。对，给腐牛少吃点。我也少吃点。这是肉罐头啊、嗯！哎呦我，太奢侈了！必须罐头罐头吃。那整个勺子，我拿一个。行、嗯。小明花，你都吃上了呢。罐头，这罐头拌凉吃可好了，知道吗？一会儿拌一下啊。腐牛主要是太胖了，你看呢？你看就这一对比，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腐牛，都不用我说。坐下，小牛坐好了。这一瞅就知道哪个是腐牛，这家伙。腐牛少吃啊。给腐牛少吃点，腐牛是啥玩意儿吃的都少。嗯，现在腐牛是啥东西吃都少。你是得控制它饭量了。嗯，罐头吃少，必须控制腐牛饭量。不减肥不行了。不减肥，以后老四看不上了。啊！你不减肥，老师能看上你吗？啊！这三个不同口味的呀。嗯。都啥味儿的呀？这个。牛肉的那个是。这个是牛肉的。对。这多少的含肉量？嗯。多少含肉量？这个。60%。60%含肉量。你看，鸡胸肉、饮用水、冻牛肉、玉米淀粉，就这四样。对呀、啊。这一大罐，我的妈呀！我都没吃上这么好的肉罐头，我都没吃过这么好的肉罐头。鸡肉菠菜的，
看这配料表，就这几样。哎，这罐头闻着真香啊！必须的，嘎嘎带劲啊！闻着都香。狗都喜欢吃这罐头，老铁们啊，想买罐头的啊，这个罐头在这个，给大伙讲解一下吧啊，六罐，老铁们啊，39.99六罐罐头啊，这个给他们拌一下，知道吧？你看，看吧，偷偷给它拌上去啊，这一揉就碎，抓一下子，用口袋抓一下子。你不抓也行，不抓也行，他们愿意吃。啊，我就寻思今天给他们，今天来狗子狗蛋蛋玩游戏玩累了，是不是？给他们拌点罐头。我平时很少给他们拌这个罐头，其实我也想尝尝，因为咱家狗子不挑食，啊，很少给他们拌罐头吃。因为这个闻着真的很香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回这儿！你看一抓，抓就行了。虎妞，老大吃多啊，抓老大多喂点。虎妞少吃点行。这抓完之后有没有食欲？你看，有点拌饭的感觉。啊，对，啊，是的。这虎妞。虎妞，你干啥呢？虎妞，你等会儿的，你不能等会儿，操了！捡旁边掉的吃，他不敢吃盆里的哈，嗯，他不想，他知道不让他吃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他知道我不让他吃，太惨了你呀、啊！虎、哎、妞，那么最少的是你的啊！他不吃自己盆里的，是别人盆里的。你谁不让吃？你看了啊！哇，都放这儿，你看了啊！快点来！我舔手来。再刷一下，洗手。虎妞说：“以后这种活都交给我来。”哎呀，这家洗真干净啊！哎呀，你洗干净了啊！你洗干净了。回头啊，坐好了。喂，虎妞，拿过来，啊！你们，石林，坐这边，坐好了啊！对的，一人一份儿。哎，Seven 吃错了吧？没事，不用管。他净吃错什么了？就 Seven 吃错。这家Seven 干啥去？哦，妈 ，Seven 聪明，他绕这边宽了，他从这边吃来了。啊？净吃醋。腐肉吃完了。赶快让腐妞回家，做好准备，把门开开。腐妞回家。腐妞。腐妞快回家，腐妞快回家去。谁吃饭这么快的，福妞？这帮人为了让你减肥也大费口。一会儿再把三元的东西抢没了。啊，你看三元都急眼了吗？要把人家三元饭给抢没了，三元吃啥呀？小石头怎么每个盆里蹭两口呢？
他到底哪个盆里蹭两口子？老四吃，上你上厕所去了是吧？快！老大害怕塞了。老大谁也不害怕。你说老四害怕谁？老四。啊。老四害怕谁？我告诉你，老四怕石榴。为啥呀？因为石榴是他媳妇儿。我看石榴谁都欺负。啊？谁弄我狗子的两边？你小石头厉害不？你觉着？不厉害。小石头厉害。罐头拍一发六罐，家吗？啊，想给自己家狗子买个罐头吃的，家吗？啊，可以拍个罐头啊。375克一罐啊，罐头不吃包退啊，它肉量60%。啊，4种口味随机发货，今天拍明天发，3天2天就到家啊，家们。今天拍明天发，3天2天就到家。想买罐头的，咱们可以拍单罐头啊，家们。马上吃完了，吃完我们就下播了，老铁们。啊，哎呀，小牛蛋子也开始刷盆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小罐头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罐头你给他们拌着凉，我跟你说啊。家里狗愿意挑食的啊，家们不爱吃狗粮的，老铁们啊，不爱吃狗粮的啊，吃的就是啊不好的啊，家们都可以买这个罐头，一定儿，你看家们适口性好，拌狗粮吃狗都嘎嘎喜欢吃，老铁们啊，3万吃那么少，3万吃的不少吧，3万喜欢溜的，俺那3万喜欢吃饭溜的，知道吧？谁负责刷盆？今天没有刷盆的，福妞，福妞关起来了，把福妞关起来了。怎么吃完要把福妞放出来刷盆？啊？怎么吃完要把福妞放出来？福妞出来刷盆！福妞，这刷盆快去！哎，你负责刷盆了，刷的真干净，你看干不干净？妇女一身膘，看干净吗？哎呀！那狗粮给你吃的一粒不剩，啊！然后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，家人们，咱们明天见，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见啊！干点啥不行？虎妞刷盆第一名，虎妞呗，干啥不行？刷盆第一名，哎呀，你看。锃亮，真发亮了，都真亮了，这盆都发亮了。嗯，拜拜，家人们啊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哥，拜拜，拜拜。